大家好，我是荣华。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们全家人都没有出门去拜年。今天天气开晴了，过来挑一点这个青菜，就在自己的菜园里面了。先赶紧。这个叫我们这边叫窝麻，是很嫩的啊。自己家种的有这些菜呀，还有肉啊、米呀、什么的。听我们这个村里面的广播，现在每天都是轮回的播放的这个关于这个肺炎的这个防控措施。那里还长好多草啊，你看。妈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挑着青菜呀。前面去肉也去了新鲜菜哈，青菜哈。这全都是长在这个沟沟里面的，原来以前也没挑，就是撒的那个种子嘛，然后长得很厚，然后这个沟沟里面呢也没有去管它，现在就直接整颗整颗的把它挑起来就可以。哇，谁搂的？差不多了。哎呦哎呦！你刚刚也吃我的。你装的我那屋装的。衣服刚才你搞的我兜子的。嗯，把这臭菜也挑一点。哎呦，哎呦。臭菜。嗯。来帮你切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切。你看，想去哪里采上呢？是呀，菜篮子。你别让人拿菜篮子。我现在带你去拿呀。不，你不就从哪头里面捡木头？你想采等哪儿了？你先把窝麻一起搞来着。窝麻没得的。哪里没得的？没得的，你看。你先摘一下子的。等一下再放进来。哎呀，我你接下去说。还有8公斤。我不摁，讲不出话呢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姐要吃饭了。最喜欢吃这个菜，就把它这样打火锅炖起来吃。这脚大。这个长得像油麦菜啊，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油麦菜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比油麦应该不是油麦菜，它比油麦菜更香、更嫩。烫一下就可以了，很快就熟了。你又没带上香肠刺猬呀？哎呦！